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今天中午做一个剁椒鱼，锤来一下，这么大是吧？差不多，这样这样这样。23。行，几斤啊这？3斤呗。哦，行。再把我都上来一个。把这鱼呢先改一下刀。加点盐、料酒、蚝油、胡椒粉，然后把它抓匀，腌制会儿。就是这鱼一共腌制了20多分钟，然后呢，现在把它摆到盘里边准备蒸。上气了以后蒸10分钟。打了个鸡蛋汤，蒸了10分钟了，已经好了。这个剁椒酱，这是上回蒸的鱼头，剁椒鱼头时候剩的酱。30多了，30多。就是只有那天呢，能煮面的是吧？对。